应男星6拒坎城名导，史匹柏也抢著要。天使追杀令预告，涂凯鹏20万01804.15。奥地利男星米勒尼尼兹 Marinus， 很多观众都相当眼熟，他不仅演过多部奥斯卡获奖片，举凡德国、奥地利、俄罗斯等不是大片还邀请不到他，就连好莱坞大导史蒂芬史匹柏当年都曾指名要他演出间谍桥。据传妮妮兹主演的德国电影《何处是我家》（Nowhere in Africa） 曾让大导史匹柏看得感动落泪，自此对他印象深刻。十年后，当史蒂芬史匹柏筹拍《间谍桥》时，便指名要妮妮兹参与演出。无独有偶，匈牙利名导科莫姆恩德丘也是看了该片后，对妮妮兹演技大感折服，决心要与这位杰出演员合作。导演穆恩德丘过去每部作品都率先力邀妮妮兹演出重要角色，无奈红遍全球的妮妮兹喜约不断，竟让穆恩德丘六度苦吃闭门羹。直到妮妮兹读完《天使追杀令》的剧本后，才终于决定排除万难点头演出。米勒尼尼兹如图的演技，连史蒂芬史皮柏威尔史密斯都赞不绝口。涂凯鹏20万01804.15。妮妮兹在《天使追杀令》饰演人生陷入绝境的史登医生，因为勇敢抢救被追杀的天使松波雅格 Sombor Jager 是展开了一段亡命之旅。有趣的是，住在维也纳的妮妮兹其实根本不懂匈牙利语，却为演出该片自费聘请名师恶补三个月的匈牙利语，才将角色情感诠释得紧扣人心，精彩演技让威尔史密斯也赞不绝口。